觉得 Wish 你应该就是不会那么看外表吧？他刚才在后面跟我讲说，我待会怎么拒绝小优？小优是好老婆，是是是。对，但你选好，我选新的。朋友的时候了，哎，哎呦，熊熊选男朋友，如果这个男生有什么缺点，你直接就 out。脏话那种真的，啊，那个很讨厌，情绪勒索，对，哎，还有一种，我们都女艺人漂亮的，对不对？是，哟，明星了不起吗？哇，了不起，你们多了不起呀？你明星了不起呀？你再帅，讲这种话，我们都直接淘汰，真的，除非是富二代。喂，还有除非还有范叔啊。除非真的有钱就算了。强，你不能接受是什么？哎，我就是真的不能接受男人小气，因为你本身很大方，小个气巨匠，就是要被影响了吼，就是要大气有大将之风，不要什么东西要帮女生懂得就是出一点钱，不要在那边斤斤计较，不要斤斤计较。宪哥就是大方的，当然，宪哥还赚了一块两毛五啊。跟你讲真的，我之前有个女生朋友，她男朋友他吃一块豆干，那个豆干十块，她说给我吃一口，她男朋友说你。等一下给我五块，神经病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然后就分手。哎，那非得要长得像金城武，我们才能忍受。对啊，我们看一下长相嘛。对呀，啊，他硬出来。我觉得我要补充刚刚那个，我们要接受男生他吃东西哦，然后吃很快，然后不急急急，然后他不留最后一口给我吃。哦，至少要留最后一块。对呀，对，要有想到你的感觉。这些女人的点还真奇怪。蛮怪，因为我通常不喜欢吃最后一口。来来来，哎，心累，心累啊。对，我最讨厌男。男生是不爱干净，因为他就是喜欢整洁，但是不能脏。对对对，就是那种脏脏，比如说吃了不想洗碗那种，我就很怕。哦，对，哎呀，那或是指甲没剪，对，剪洁脏脏的。阿鹏啊，那如果女生不爱干净，男生也不喜欢。当然了，这是一个缺点哦。你自己是不爱干净的，你不爱干净吗？会不会不洗头发？你有多脏？你是卖鱼的，鲨鱼难免有鱼腥味，那是正常的。海鲜味。没关系，你长得漂亮可以原谅。真的吗？你有多脏？男生，男生我不能。我之前有一任男朋友，他有一个癖好，癖好他超爱跟女生视讯，裸体视讯。你的男裸体？那他有要求你要没有？我没办法接受。那他跟谁裸体？没有，因为我是翻他低潮，然后我看到 ，OK OK， 是他可能某任前女友之类，那一堆，我真的没办法接受。小优，你凭什么来？对啊，你坐在这边不会心虚吗？在这里讲我们男人的什么故事啊？你怎么了？你坐在那边，你对得起你的自己良心吗？除了有点不爱干净，其他缺点我都跟他讲一下。好，男人怎么样你不能接受？我跟你讲，说你说前面讲的那些已经很不 OK， 但我刚有一种有一款男人控制欲太强，他控制你，他控制你，没有安全感。惊讶的，我跟你讲，我一定要讲这件事。我有一次哦，我跟吴尊，我给他载而已哦，我那个男朋友差点跟我分手。是吴尊还是炎亚纶？就真的是那个，还是陈意如？谢俊逸啊，我们的大牙龈啊，哦，是那个马，对，我们公司的吴尊，没错，他就觉得不可以给男生载。吴尊有什么好生气？对，他说你怎么可以给别的男生载？你不准给别人，那你怎么会跟他分手？他很爱你。小优，对，你应该紧紧的把他抓住。对，好爱你。对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对，啊，你遇到，我要解释一下。有一次去做眼睛的雷射手术，然后做一做要麻醉，滴眼药水，医生把我的眼睛撑开，呦，我就晕倒了。啊！你像你也要晕倒？我不要麻醉，我可能太小了吧？可能对血或是医院有一点害怕。哦，那倒还好。如果到晕倒，这种男朋友然后带到百货公司，说 LV 啊， Chanel， 他也会晕倒。Hermes， 然后我们准备买一个包。看到那个价格，哎 ，baby， 几块钱？几块钱嘛 ，baby。选择性晕倒，每次要付钱就晕倒。哎，这个不行啊。与前任友好，来，还有在联络，年龄很低。这个就是我前女友会要求我把以前历任女友的 Facebook、IG 通通删除封锁。OK。然后我就觉得
不用这样，就不用交恶这样，所以这也是好处啦。所以你们如果跟我交往，也不用担心有一天被我封锁或删除，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当朋友的感觉，就不用当仇人。OK。好，给的给不了这个祝福，我们也不需要给诅咒，是这意思。来讲讲。是，我是觉得应该不会选到他吧，因为他这就是让我觉得他太自以为是了。对，就是他会讲这些话，让他自以为是。我不会封锁你。对呀、啊，你什么？干嘛呀？谁想你啊？不 cares。哎呀，是把你淘汰的。你不删我删你耶，对吗？讲这话自己好像很有很有行情似的，对不对？我没行情。没关系，那个强强我就破例封锁删除你好了。我看到你还有你的好友哎。一号的决定，一昏倒大蒜控，同时他也是毛发屁啊 ！What do you mean？ 哎呦，毛发屁 ，What do you mean？ 来，我对女生的那个身体的毛有恐惧感，就是因为很多女生会在厕所除毛，或是长头发吹头发，会有很多的毛发，然后她只要在那个厕所的排水口，我看到就会想，会觉得很恶心，又会想晕倒，然后对，有时候很恶心，我会有点歇斯底里。每天都要拿吸尘器去吸，然后如果太多太久没清的话，我可能会碎碎念，因为我会焦虑。掉毛有什么关系的？如果不是，对啊，他自己清啊。你不会掉毛吗？但是很多女生都大部分都很懒，都不会每天清，就很恶心。这小毛病啊，这清理一下就好了。哎，心磊选一号啊。我觉得大蒜控那些都还好哎，因为他有洁癖，然后我也有洁癖。啊，晕倒，晕倒可以吗？晕倒也可以，我可以扶他，你可以扶他。对，哦，晕倒这也不是那么，他的晕倒不是生病的晕倒，就是他看到血嘛，胆小晕倒。但至少跟你一样有洁癖。对。小优是，我是一号啦，因为比起腰不好跟中风的话，我觉得晕倒我可以接受。晕倒，因为你知道这年头健康很重要。一起来欢迎一号跟六号出场。好，哎 ，Wish， 哦，一六，哦，一号，一号啊 ，Wish， 哎哎，哪两位？来选一号，说话，一号，后悔了吗？后悔了吗？太牛，让你后悔了？我没有后悔，但是我觉得 Wish 你应该就是不会那么看外表吧。没有，他刚才在后面跟我讲说，我待会怎么拒绝小月？你还自己讲出来？先想了，我早就跟你说，你先讲后悔，你看还先想。不会的，哎，没有很难。松哥，不，小松哥现在最难过的是蓝心蕾没有选你吧？你看，哎，之前泼水有没有？泼水，直接离开录影现场。小松哥受伤哎。后天爱玩客的通告群，心蕾还有那个小优选你啊，随便选一选呐。就这两个女生，你发表一下对她们内心世界里面的看法。选择。其实我跟小优认识很久，从大学生的美差不多10年。是。其实小优是一个非常勤劳的女生，了解了解。我们这样了解了，懂了，对对对，懂了懂了。你刚发好人卡，他说我勤劳，勤劳，你怎么会讲我勤劳？你也长相很，长相很爱，你也很孝顺。勤劳也是一种很大的优点呐、啊，对对对，优点会烂歪那。小优是好老婆，是是是，对。但你选好，我选勤劳。好，快一点，来来来，心磊心磊，示范一下，怎么弄？示范一下，要示范一下，给小松哥示范，要示范哦。没有，来来，我选。要示范哦！哇，小松哥碰鼻子10秒，预备。小松哥不要哭吗？哥没事啊，去屏东4天在一起又怎么样？人家已经跟人家碰过鼻子喽。4秒，10秒，赢过4天。还是你们要再去屏东哟？没有了，熊熊60天吧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哎，你心中的 wish 是怎么样一个男生？我觉得他长得很好看，可是他为什么会就是喜欢闻臭味啊？对啊，不是啦，不是，那个是你要选丰田是不是？对啊，你选错了。我要这个男生。我是有洁癖，对对对，所以他刚刚好。OK， 来两位就请回干净的地方，好吧？干净的地方。